好，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的国度祷告聚会。一开始，我们来唱这一首《全心爱耶稣》，我们以前唱过的哈，所以我们直接唱，连着唱三次哈。全心爱耶稣，至诚永不渝。你知晓耶稣，主荣心莫属，专一跟从主，无论何道路。心事奉主，与主同甘苦，全心爱耶稣，至诚永不渝。你知晓耶稣，主荣心莫属，专一跟从主，无论何道路。心事奉主，与主同甘苦。我们带着祈祷的心唱最后一次：全心爱耶稣，至诚永不渝。你知晓耶稣，主荣心莫属，专一跟从主，无论何道路。心事奉主，与主同甘苦。好，我们用差不多2分钟来默想一下这首诗歌，来预备我们的心啊，等一下来领受信息的时间哈。好，我们再来唱一首诗歌。我必要得救主同在。哈，我们今天要讲出埃及记中特别的属灵教训。哈，所以我选这首诗歌。这是一首新的诗歌，我先跟我姊妹唱一次第一节哈，让大家熟悉一下调子。
无必要的救助同在，应不甘自己独行。历代却只有主亲近，战胜病患扰世尘。如此我方面有惧，可任他随意引领，我必跟从毫无怨怠，一步步一直跟从。二三节，我请我姊妹先念一次好吗？二三节的歌词。我必要得救主同在，我信心软弱不坚，主向我发安慰声音，此生内充满慈怜。我必要得救主同在，度此生总不相离，或遭风波，或处顺境，力战正旅，险若疑。副歌。如此，我方免忧惧，可任他随意引领，我必跟从，毫无怨怠，一步步一直跟从。好，我们再从第一节唱到第三节哈。我必要的救主同在，应不甘自己独行，历代却只有主亲近。战胜病患扰世尘，如此我方免忧惧。可任他随意引领，我必跟从，毫无怨怠。一步步，一直跟从。我必要的救主同在，我信心软弱不坚，主向我发安慰声音。此生内充满慈怜，如此我方便有据，可任他随意引领，我必跟从，毫无怨怠。一步步，一直跟从。我必要的救主同在，度此生终不相离。我遭风波，祸处顺境。力战正旅，险若疑。如此我方面有惧，可任他随意引领，我必跟从，毫无怨怠。一步步，一直跟从。好，弟兄姊妹，我们先同声哈，为今天晚上的聚会来祷告。我们用一两分钟的时间，我们同声来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好，主，谢谢你，这样我们再一次能够聚在一起，来领受你自己的话语，来一起同心合意的祷告。
主啊，求你来祝福一下的时间，使用这虚空的器皿来分享你自己的话语。这孩子是拙口笨舌，没有智慧，没有能力的。求主的圣灵今天晚上做孩子的智慧、口才和能力你来亲自对每一颗与会的弟兄姊妹们的心说话，对吧？求圣灵来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的实际来沟通这一切属灵的事情。所以说，我们感谢你，也求你祝福后半段祷告的时间，求主的圣灵充满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让我们靠着圣灵在圣灵中来祷告祈求使我们的祷告成为有功效的祷告。也求主的同在覆庇整个的聚会，捆绑一切仇敌的破坏，也使录影的这些的过程都能够很顺利。所以说，我们仰望你，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们。好，弟兄姊妹们，我今天晚上要传讲出埃及记中特别的属灵教训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摩西这个人整个出埃及记呢，彰显摩西这个人的很多方面首先我们来看一个点我们看见呢，我们先来读这个出埃及记二章1到10节了就说有一位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见她俊美，就藏了他3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一个葡萄香，抹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荻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他看见箱子在芦荻中，就打发一个婢女来拿来。她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她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着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说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我们都知道呢，当以色列人在这个埃及地渐渐生养众多的时候呢。那这个埃及王法老王就害怕以色列人强盛，说将来联合他们的敌人来攻打他们就埃及就危险，所以他呢就苦害以色列人那后来呢又叫以色列人把他们所有生的男孩子都丢在河里那摩西就是生在那个时候所以摩西的母亲后来也不得已也是要把摩西丢在河里他就做了一个蒲草箱把摩西放在那里面。那米利安就是摩西的姐姐就在后面看这个婴孩会怎么样子的结局。所以我们刚刚读的这一段的圣经从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就看见神他的名真的是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我们看见他呢，不但使摩西得以存活而且呢让摩西的母亲约基别呢好像从死中得回了自己的儿子因着神感动那法老的女儿呢，法老的女儿就决定收养摩西做他的儿子而且呢，因着这个米利安摩西姐姐的建议呢，那他就让这个米利安去找一个奶妈来奶这个孩子
啊，就是摩西自己的母亲这样。所以我们看见呢，第三方面呢，这个约基比哈，不但能够好像从死中得回自己的儿子，而且他还能够抚养摩西哈，至少可能在3岁之前哈，是由他来抚养的。啊，因此呢，哈，约基比啊，他能够把以色列人的信仰哈传递给摩西，哈，也把以色列人这样子的生命哈啊以的文化哈传递给摩西，啊，然后我们看见呢，约基比呢，他可以不花钱啊抚养自己的孩子。不但不花钱，而且还可以得工价，所以我们看见了，这是神很奇妙的作为，是神真的是奇妙测试哈，全能的神哈。这是第一方面，我们看见摩西哈，他的出生啊之后头几年的情况啊。再来，我们看见呢，第二方面，我们看见哈，在2章哈11号到这个。17节哈，这边我来念一下哈。这边说呢，2章哈11节，这边说后来摩西长大，就出去到他弟兄那里，看他们的重担，见一个埃及人打希伯来人的一个弟兄，他左右观看，见没有人，就把埃及人打死了，藏在沙土里。第二天，他出去见有两个希伯来人争斗，就对那欺负人的说：“你为什么打你同族的人呢？”那人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难道你要杀我，像杀那埃及人吗？”摩西便惧怕说：“这事必是被人知道的。”法老听见这事，就想杀摩西，但摩西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一日，他在井旁坐下。米甸的祭司有7个女儿的，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槽，要应父亲的群羊。有牧羊的人来把他们赶走了，摩西却起来帮助他们，又应了他们的群羊。那么从这段经文我们就看见了哈，摩西是一个很有正义感的人啊。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看见那3次哈，打抱不平哈，主持正义啊，那。帮助那个弱势的人啊，所以我们看见摩西他的天性是很有正义感的一个人哈。好，我们再来看一处有关摩西的哈，在当这个摩西哈，他后来就因为法老知道他杀了人，所以摩西就逃跑哈，逃到这个米甸去。好，后来呢，他就这个在这个出埃及第三章哈第一节哈，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啊，所以摩西呢就娶的叶特罗的女儿哈为妻，然后就牧养哈他的岳父啊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那么从创世纪哈46章34节哈，我们可以看见啊，那边说呢，凡牧羊的哈都被埃及人所厌恶啊，所以呢，摩西他是成为法老女儿之子，所以他也算是个埃及人啊，所以他40岁之久哈，是生长在埃及的王宫里面哈。所以埃及人都是看这个牧羊是一个很卑贱的职业哈，是他们所厌恶的。但是你看后来摩西从40岁到80岁，他做什么？他牧养羊群，他做的埃及人所看为最卑贱的工作，而且做了40年之久啊，是非常的不容易哈。所以我们看见摩西的这个降卑哈，他伏在神的手下。然后我们看见呢，好像大卫一样哈，摩西也是从牧养羊群哈来学习忠心，啊，所以后来呢，他才能够被神使用来牧养哈神的子民哈神的羊群哈，所以
摩西先在这40年学习的忠心的牧养羊群啊，后来神才能够使用他牧养啊神的百姓，牧养神的羊群。那好，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哈，这个我们想象哈，在这40年之间哈，摩西原来在埃及地，她是法老的女儿，她贵为这个王子。而且按历史的记载，他是一个将军啊，一个大将军啊，但是呢，我们看见呢，当摩西逃到米甸之后，40年牧养，我相信那40年之中啊，按使徒行传记载，摩西本来是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的一个人啊，我想那40年哈，他何尝没有很多次的想说离开这个牧养羊群的工作，去另外创一番的事业呢？我相信是有，但是摩西却知道神安排他在这样的环境，他没有离开，他是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只等着神的时候到的时候叫他升高，所以这也是我们一个榜样，好像主耶稣也是30年，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呢，成为木匠的儿子，后来他也自己成为木匠，多年木匠也是被人看清的一个职业，这都让我们看见他们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好，在一方面我们来看当摩西呢，他神在这个荆棘火焰中呢，向他显现的时候，摩西看见一个大的异象看见这个荆棘被火烧着，那却没有烧毁所以摩西就近前去看，然后耶和华就在这个荆棘火焰中呢，向摩西说话这个给我们一个预表性的意义就是说这个荆棘好像是什么，好像是摩西这个人，那在荆棘中烧的火呢，好像是圣灵那这个圣灵烧的这个荆棘我们看后来的最后的40年神使用摩西经过多少的这个试炼多少的考验因为这个圣灵的火在摩西的身上焚烧没有烧毁摩西。但成就了极大的事工我们也是这样，我们都是像荆棘一样但是呢，圣灵这个圣火要在我们生命中来焚烧不管多大的试炼多大的这个沉重的工作的负担我们不会被烧毁，依靠这个圣灵，而且可以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好，再一方面，我们来看这个一个点当神来呼召摩西的时候，神用两件事来做保证。神要打发摩西，进入埃及，去把神的百姓带领离开埃及，进入迦南。神用两件事来做保证，哪两件事呢？第一件事就是他的同在，第二件事是什么？第二件事呢？神对摩西呢，启示他的名字。中文翻作他是自由拥有的那个自由拥有原文的意思是 I am who I am I am who I am 意思就是我是我就是神的名字呢 I am who I am 神的名字就是我就是你需要智慧吗？神就是智慧你需要能力吗？神就是能力你需要美德吗？神就是一切的美德，是吧？你需要一切的供应吗？不管你需要什么，神就是那个供应，所以神的名字就是 I am who I am，我就是，那所以呢，神用这两件事来呼召摩西，一个是他的同在，我必与你同在，另外一个就是神启示他的名字。我是我就是，那我们看见呢，
这两个保障呢，神来向以摩西保证，就是他必能够领他们离开埃及，进入迦南地啊，而且不会缺乏什么啊。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完成神的托付，我们就要认识神的所事，神的名字就是 I am who I am 啊。我们可以深信神就是我们一切的答案啊，一切所需要都可以从神得着。而且神的同在，神与我们同在呢，就足以面对一切的环境啊，一切的情况啊，可以使我们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啊。好，那再一个点哈，我们来看，在第四章哈，第六节哈，神叫摩西呢哈，把他的手放在怀里哈，然后抽出来的时候呢，不料呢。摩西的手就长了大麻风，哈，这也是一个预表，哈，就是神让摩西知道呢，他自己内心啊的本相是好像大麻风一样，充满了罪恶，充满了丑陋啊，所以我们的天然，我们的肉体啊，老我本相就像长大麻风一样，真正有经历、有认识的人，在圣灵的光中看见的时候。我们都会看见我们的这个天然生命，老我啊，肉体的本相啊，真的是这个样子。像保罗说的，他说：“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啊，没有良善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点哈，就是当摩西哈，神呼召他的时候哈。摩西的情况是怎么样啊？在头40年，我们看见呢，摩西哈觉得他能啊，所以他想凭自己的能力哈去解救以色列百姓那但是事实上，他是凭着自己的血气肉体啊，就结果他就好像闯了祸，杀了人哈，不得不逃跑这样子。所以头40年，摩西觉得他能啊，觉得他是啊，但是事实上呢，他没有办法完成神的旨意啊。那么第二个40年呢，摩西觉得什么呢？摩西觉得他不能，觉得他也不是这样啊。所以神呼召他的时候，他一再的推诿哈，说啊，我是拙口笨舌的人呐哈。那我是谁呢？竟能够去去见法老，去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他一直觉得他不能啊，他不是。但是呢，他停留在这个点上结果就让神有点生气了因为他应该去看见他虽然不能，他不是，但神能，神是所以第三个40年呢，摩西呢？就开始去认识，虽然他不能他不是，但神能，神是所以我们要完成神的托付我们就必须要有这样子的认识我们必须要有这个我不能我不是的这样的谦卑但是同时呢我们要有神能神是的这样的信心有这样子的谦卑，然后加上这样子的信心我们就可以去。完成神的托付好，这是一个点我们再来看一个点我们看见神差遣摩西去见法老王，去见以色列民的时候呢神是用神迹来见证他向摩西显现来叫以色列人信服所以呢，我们看见呢，就像主耶稣也是一样主耶稣呢，在这个3年半的时间呢，神是用他行了非常多的神迹奇事在让以色列人能够信服然后我们看见呢，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呢，保罗就说呢，不是，应该是哥林多前书，就是说。这个希利人是要求智慧但是呢，以色列犹太人呢，确实
要求看神迹啊，求神迹这样子哈。所以我们看见呢，在摩西的生平啊，神是用他行了非常多的神迹啊，可以说旧约里面行最多神迹的就是摩西啊。那我们在新约行最多神迹就是主耶稣啊。我们看见呢，神是的确是用神迹哈来向以色列人显明他的自己啊。那整本的旧约都充满了神所行的这个神迹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点哈。当这个他们进入旷野的时候呢，他们就是遭遇了跟亚麻利人的征战啊。跟亚麻利人征战的时候呢，神就叫这个摩西上到山上去举手祷告。然后亚伦跟户珥也随同摩西上山。当摩西举手祷告，然后约书亚率领军队就在山下跟亚玛力人的军队征战那摩西因为举手久了，他的手就疲累了，就发沉亚伦、户珥看见就在旁边左右各扶着他的左右手摩西的手就稳住。摩西手稳住的时候，约书亚在山下就持续的打胜仗所以这给我们判断原则，就是神常常是使用那些灵命更成熟的年长者好或灵命成熟的人在这个祷告上来尽职分而那些比较年轻力壮的他们就在前线征战所以祷告的职分是非常重要，而属灵征战的胜败是取决于这个祷告的。所以，神常常是使用灵命成熟的人来担任这个更重要的这个祷告的职分好，再来我们看见一个点在那个出埃及记十八章这边我念一下十八章的第八节跟11节就摩西将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缘故向法老和埃及人所行的一切事。以及路上所遭遇的一切艰难，并耶和华怎样搭救他们，都述说与他岳父听。然后11节，他的岳父就说呢，我现今在埃及人向这百姓发狂傲的事上得知，耶和华比万神都大啊。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呢把神在我们生命中人生中的这些作为向我们的亲友做见证诉说给他们听这样子呢，他们就会认识耶和华是比万神都大的我自己也曾经用文字写的我自己的早期的一些见证大概有5万字的这样的一篇见证然后。首先是送给我母亲看，这个对她影响很大。后来她因着我写的这些见证，后来影响她很大，她后来就信主了。这样，我也送给我所有的家人，看这样。所以我们也是一样，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见证，诉说的，或是也可以把它写下来，写下来是更好的，因为可以流传下去，可以传给更多的人。让我们家人能够细细的读细细的思想，这样他们就会认识神是比万神都大的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独一的救主。那我们再来看一个点就是以色列人的情况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虽然神在这个埃及地行了10大神迹那而且看见神叫红海分开让他们像过红海如行走干地一样这么大的神迹又看见神降临在这个西乃山但是呢，以色列人他们却很快的就违背神的诫命。
就造了金牛犊啊，那惹神的愤怒啊，神要灭绝他们啊。那在那个时候啊，摩西呢，却完全的舍己的为以色列人代求，他甚至跟神说呢，啊，求你赦免这个百姓啊，要不然的话，你就从这个生命册上啊涂抹我的名真的是一个完全的舍己啊。啊，只为着百姓啊，甚至他能够宁肯牺牲他自己啊的这个的灵魂啊的归属哈，他从生命册上都可以涂抹他的名啊，好像保罗也是一样啊。保罗说他为他自己的骨肉至亲啊，甚至与基督隔绝哈，他都愿意啊。那我们也看见主耶稣也是一样，主耶稣呢，在这个以色列人中，哈，行了无数的这个神迹，哈，行了无数的善事，哈，但是最后以色列人，哈，却弃绝了他，哈，啊，把他钉，让他被钉十字架这样子，但是我们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呢，他却为他们代求，哈，说父啊，赦免他们，啊，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们看见了摩西，也就是效法哈主这样子的一个心肠啊，为百姓代求啊。我们看见摩西的这个灵命的成熟啊。好，那再一个点哈，我们来看哈，在出埃及记33章哈，有一段的经文哈。首先第三节哈，主说呢，那个使者哈，这天使要领你到那牛奶与蜜之地啊，我自己不同你们上去啊，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所以这里呢，主说他不同他们上去啊。然后11节，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约书亚不离开会幕。摩西对耶和华说："你吩咐我说将这百姓领上去，却没有叫我知道你要打发谁与我同去，只说我按你的名认识你，你在我眼前也蒙了恩。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摩西说："你若不亲自和你同，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好，所以我们看见呢，摩西非常的看重神是不是与他同行与他们同去那摩西甚至跟神说呢，假如你不与我们同去就不要把我们领上去领进去迦南地所以这给我们一个怎么样子的一个看见呢？就是说。我们呢，要非常看重神的同在就像我刚才我们选的唱的那首诗歌我必要得救主的同在因不敢自己独行神的同在是最重要也是最宝贵没有神的同在呢，在摩西来讲摩西觉得很没有安全感。没有神的同在呢，摩西觉得他内心不满足他觉得叫以色列百姓跟万民有分别，乃是因为神的同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觉悟看重神的同在看重神的同在是首要的我们在一切的这些形式之中，或一切的这属灵侍奉中间，我们有没有？像摩西这样那么看重神的同在那么看重与神同行
假如我们不是这样子，我们只是有恩赐啊，有能力啊，有一些作为的彰显，我们就满意。那么，我们可能得的只是一些外在的祝福，我们还没有真正的、真实经历到神同在中间的那个宝贵啊，我们还没有真正什么叫与神同在同行啊，那个真正彰显的荣耀。我们就还不是真正认识啊，所以真正使万民看见神的荣耀，是因为神的同在啊。异教也可以有一些恩赐，有很多的作为啊，但是异教没有神的同在，异教也不能够彰显神同在中所有的那些的荣耀啊。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效法摩西一样，非常的看重。是不是与神同在啊？与神同行啊？假如我们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在行事或者属灵侍奉中已经失去神的同在，已经没有与神同行，那赶快的停下来，要回去亲近神，回去寻求得回神的同在。我必要得主同在，因不敢自己独行。这首诗歌我们可以再回头去听一听啊。思想它哈，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个点哈，我们看见了这个摩西哈，他的一生，他有三种的职分啊，他有祭司的职分啊，他也有先知的职分，他也有君王的职分啊。我说他有祭司的职分，你可能会乍听之下觉得。不是亚伦才是祭司吗？但是摩西也是祭司哈，从哪里看出来哈？我们看这个诗篇99篇哈，第6节哈，他说呢，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啊，在求告他名的人中有撒母耳啊，所以很明确的讲，摩西也是祭司哈，在他的祭司中有摩西和亚伦。然后呢，在耶利米书哈15章第1节哈，他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这百姓。”所以摩西跟撒母耳都特别哈，被圣经中哈把它表彰出来说，他们是一个代求的那其实撒母耳也是有三种的职分，撒母耳他是先知嘛哈。他也是祭司，而且他是士师，所以他也有君王的职分啊。那旧约里面就摩西跟撒母是很特别的哈，他们是都兼具三种的职分啊，祭司、先知跟君王的职分啊。那其实摩西是比亚伦更祭司的，虽然大部分的祭司的这些职任哈是亚伦在担任，但是摩西。他比亚伦更是祭司，为什么哈？等一下我会来解释哈，解释这一段哈。好，那这个我稍微提一下哈，因为摩西他是可以经常的、随时的进入会幕，所以摩西可以随时进入会幕，而且进入到至圣所，在约柜前跟神，我们刚读的摩西与神。面对面的说话，好像朋友一样所以呢，摩西是一个祭司，所以他才能够进入到至圣所而亚伦他是大祭司，但亚伦一年才能够一次进入至圣所其实做赎罪日的时候进入至圣所，为以色列百姓赎罪，但摩西是可以随时进入到至圣所所以他比亚伦更是祭司好，那好，所以摩西呢，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哈，在这个新约哈，对摩西的一生哈，做的一个总结了哈，在希伯来书11章23到29节哈，这边说呢，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
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百姓、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他因着信就离开埃及，不怕王怒，因为他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他因着信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以色列人。他们因着信过红海，如行干地，埃及人试着要过去，就被吞灭了。好，这是在希伯来书讲到摩西的时候呢，用这一段经文来阐扬摩西的一生好，那再来我们来看出埃及记中间其他方面的一些属灵的教训首先，我们来看一个点就是说，当这个神呼召摩西是要把以色列带离埃及的时候，我们看见呢，法老王就不断的表现这种刚硬的心一再的刚硬而且他主一再的施行各样的审判刑罚他都不放在心上都不放在心上。那结果呢？因着法老王的刚硬就使以色列百姓也遭各样的灾难所以这给我们一个教训，就是说，做君王的，或今天来讲做这个国家元首的执政掌权者，若是心里刚硬，不敬畏神，行很多得罪神的事呢，就会让全国的百姓都跟着陷在祸患里面这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要多为执政掌权者祷告的原因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点这个在出埃及记10章3节有一句话，他说呢，第三节他说你在我面前神对法老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所以这个就是说明为什么法老一直硬心，法老一直硬心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肯在神面前自卑，法老一直觉得哇，我是当时最大的帝国的王君王，所以他觉得他高高在上。那耶和华是谁呢？当摩西第一次去见法老王的时候，他就这样讲说：耶和华是谁，叫我容许这个他的百姓离开埃及呢？他不认识耶和华，他也不向耶和华自卑他不知道耶和华是万王之王、万神之神，是统管宇宙的主宰人算什么他不认识，所以他一直不肯在神面前自卑。这就是为什么神施行的一再施行的审判，他都一直硬着心因为这就是神所说的，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所以一个人只要认识人的渺小，认识自己的渺小，他就会很快的自卑下来，就很容易的可以归向神，可以得救的。所以人的骄傲实在是人的无知跟自高自大，实在是拦阻人得救。男主人蒙恩的最大的一个原因。好，那我们再看一个点当神在埃及地行了10大的这个灾难彰显他公义的审判这个也是预表启示录主来前对世界的公义审判的灾难。我们去读启示录，就会看见很多。末世的时候，神要施行在世界施行的这个审判的灾难所以，但是呢，当神在埃及地施行这些10大的灾难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歌山地却免去这些灾难。同样在启示录呢预言这些灾难的时候，也说到呢，有得胜者要先被提他们就得免去这些的灾难。好，那再一方面我们来看就是来读一处的经文在出埃及记12章
12章的这个12到14节哈，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好，48节，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羊羔。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在这个以色列人哈，这个他们离开埃及的那一夜哈，神就差派天使哈，巡行埃及地，把一切的埃及投生的，无论人或牲畜，都击杀了，而且这边讲又败坏了埃及一切的神啊。但是呢，以色列人他们在门框门楣上涂了血哈，所以天使一看到这个血就越过他们啊，越过他们，使灾殃没有临到他们啊。这就是逾越节啊，逾越节的这个故事啊。所以呢，我们看见哈，在48节这边讲到说，所有的这个男子都要受割礼哈，没有受割礼的就不可以吃这羊羔啊。这割礼呢，在旧约啊，就是预表，好像新约的这个受洗一样哈。啊，当我们信而且受洗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领受这个主的生命哈，领受这个，好像就为他们吃着羊羔一样啊，我们就可以也可以领受圣餐啊，圣餐就是代表主的身体哈，主的血啊，所以这个在旧约跟新约哈有一个对照的啊，可以对照的这个意义哈。好，那我们再来看哈，就是再来看一处的经的。的点哈，在这个出埃及记12章哈，38节这边说到了哈，又有许多闲杂人哈和他们一同上去啊。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有许多的闲杂人啊和他们一同上去哈。这个闲杂人原文的意思就是 a mixed multitude 啊。A mixed multitude 啊，就是说有一个掺杂的群众啊，一个掺杂的群众哈。那我们看见哈，这个闲杂人这一班人哈，以新约来讲，他们就是没有得救重生的人哈。在很多教会里面都有很多所谓的教友，但是却是没有重生得救，他们也混在这个教会中间啊。那在以色列人中间，这一班闲杂人就是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啊？那他们没有真正以色列人的信仰啊，所以呢，他们混在这些以色列人中间，后来就成为以色列人很大的麻烦啊。在民数记我们就看见，民数记11章第4节哈，这些人哈，他们就圣经说他们大起贪欲的心啊，大起贪欲的心。啊，他们就鼓动以色列人哈，哭嚎求要吃肉，这样。那后来神就答应他们，就叫鹌鹑回来啊，他们就吃这鹌鹑啊，吃这些肉哈。但是圣经上记载，当这个他们还肉还在他们嘴中在咀嚼的时候呢，神的愤怒就临到哈，用很重的灾殃哈。击杀了这些贪欲之人啊，所以呢，后来这些贪欲之人就被埋葬啊，在一个地方叫基伯罗哈塔瓦。基伯罗哈塔瓦的意思就是
贪欲之人的坟墓啊，贪欲之人的坟墓。所以呢，我们要以也是要教会是要以这个为鉴戒啊，不要让这些没有真实得救重生的人啊，混在教会中间啊，他们没有真正主的生命和信仰啊，常常会成为教会的很多的人的一个绊脚石哈。这些人呢，照圣经上讲，他们就是好像当年以色列，他们心哈虽然离开埃及，却常想要回埃及去。像保罗说呢，这些人是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哈，他们的肚腹就是他们的神啊。所以这一类的人，只要进入教会中间哈，对教会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啊绊脚石哈。所以像约翰卫斯理哈，约翰卫斯理。他当年哈，他的这些信会众啊，他都要定期的考核他们。只要有一些人已经行了很多背离信仰的严重的背离信仰的事，他都要把他们开除会籍啊，要保为的就是要保持教会哈的信仰的纯正啊，跟这个道德的纯正啊，不让这些已经背离信仰的人。败德乱行人继续在教会中啊，这个会就像保罗说，一点教可以让全团发起来啊，教是预表罪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见解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个点啊，就是在这个出埃及记13章哈21节哈那边有提到哈。这个云柱啊，跟火柱了啊，出埃及记的这个13章哈，我来念一下哈。这边提到哈，就是说21节哈，说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啊。然后14章19节。云柱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去立住，在埃及营和以色列营中有云柱，一边黑暗一边发光，昼夜两下不得相近。好，所以当以色列人一出了埃及哈，在旷野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就叫云柱哈出现来引领他们的路啊。夜间呢、有火柱来光照他们啊，叫他们日夜啊、都可以行走啊。当埃及的法老王派这个埃及的追兵哈、这些战车马车啊，来追赶以色列的时候，追到红海边的时候呢，神的这个云柱本来在以色列人前面引领了、就转到后面去，转到以色列后面去哈、就挡住埃及的军兵，然后。黑暗这一面的云柱有一面是黑暗，就是在埃及人那边，让他们看不见啊。亮的这一边是在以色列这边光照他啊。昼夜呢，两下不能够相近啊，所以云柱是成为一个保护啊。所以我们看见云柱就预表圣灵啊，这个圣灵的云柱火柱不但可以日夜光照引领我们带领我们。而且呢，还可以呢，成为我们的保护啊。所以圣灵是我们的引导者哈，圣灵是我们的保护啊。好，我们再来看一处哈，在这个出埃及记16章哈，那个时候神就降玛纳嘛哈啊，而且神对以色列人说啊，你们每日去收取，第六日哈会。我会赐给你们双倍的玛纳，啊，那第七天哈，你们就要安息了，啊，结果呢，以色列有一些人哈，他们第七天都还再出去看看有没有玛纳，结果当然是没有啊，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教训，有时候神已经预先指示我们哈，指示我们一些事情，告诉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就应该要相信哈，不要再。越过神的指示去白忙一场哈，不要再对神的话哈存疑哈，
不要白忙一阵才信服神的指示啊。我们常常是这个样子哈，所以我们要信服神啊，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啊。神没有要赐给我们的，我们就不要去凭着自己哈，去得那个不是神要赐给我们的哈，我们也是会白忙一场哈。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个点哈。就是在神在西乃山哈啊显现，然后摩西上山嘛哈，神就颁布了啊十诫哈，十诫里面第一诫、第二诫我们就知道有关于不可以拜偶像这件事情哈，所以可以我们看见神是极其憎恶偶像、偶像崇拜，为什么？因为偶像的崇拜哈是出于撒旦的啊，夺走了人对神的真实的敬拜。所以这是为什么神把这个诫命放在第一诫、第二诫是最重要的啊！我们一定要让神的百姓认识这个点就是主耶稣在这个旷野受三次试探的时候，第一次受试探的时候撒旦跟他说：“你若服服拜我，不，第二次受试探之后，撒旦说：“你若服服拜我，我就把这些万国的荣华都赐给你。”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我们的敬拜只能够单单归给神这个偶像不单指这个有形的偶像一切不管是有形无形的东西，只要是取代了神的自己。使我们心行去恋慕他，去把好像去敬拜他的时候，使我们心被他夺去的这些，不管有形无形的，都是偶像只有神应该是我们真正把我们心归给他的对象好，我们再来看一个点在这个十诫里面的第九诫说到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也许不会作假见证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随意论断人，随意论断人其实就是作假见证所以我们要非常注意我们不知不觉随意论断人我们就是在犯第九诫作假见证陷害人。所以，假如我们没有真实的实据没有真实从神来的这个判断，我们不要随便的论断人而且罗马书也说，我们在何事上论断人，就在何事上定自己的罪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常常犯的这样子的罪，随意的论断人这个在旧约来讲就是犯了第九诫，作假见证陷害人。好。那么好，我们再来看一个点这个在出埃及记25章17到22节我们看见呢，这边讲到约柜嘛约柜摩西呢他就可以常常的进入约柜里面摩西在约柜前面呢与神相会所以呢，约柜代表什么？约柜代表神的同在，那么我刚才也提到了，摩西他是可以经常的进入会幕，进入至圣所，在那边与神会面相会，而且面对面的交谈，好像朋友一样所以约柜代表神的同在，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要在神的同在中才能够与神相会然后。在神的同在中呢，我们与神交谈而且呢，神这边说呢，神在这个约柜前面，把他对神子民的一切吩咐传给摩西所以在神同在中我们就可以领受神的吩咐神的指示那个大卫的诗也写了一个诗篇说我要一生一世祝，我要在
在你的殿中瞻仰你的荣美啊，在你的殿里求问啊。那另外，我们看见在这个约柜里面有什么呢？约柜里面有玛纳啊，还有呢法版啊，还有这个发芽的杖啊，亚伦发芽的杖。这个玛纳呢，玛纳就是代表灵粮啊，所以我们在神的同在中可以领受真正的灵粮啊。那这个法版呢，就代表神的话。我们在神的同在中啊，可以真正去领受神的话啊。那再来，发芽的杖是代表复活的权柄啊。我们在神的同在中，就能够真正有复活的权柄啊，来彰显啊，来使用。好，那再来，我们来看一处哈。我们看见呢，当这个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哈来在旷野来见这个摩西的时候，他就发现摩西一个人哈，独自在审判哈以色列人的事情哈，啊，以色列人就排得非常长的这些列行列哈，就叶特罗就发现这样做摩西跟百姓都会疲乏，所以他就给摩西献了一个。啊，策略哈，就是说，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哈，啊，小事他们可以自己审判，就是设立这个千夫长啊、百夫长、50夫长啊、10夫长这样。他说这样的你就轻省些哈，他们也可以同担此任哈。你若这样行，上帝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啊，所以我觉得叶特罗的确神使用他来啊，给摩西哈啊献这样子的一个策略哈。这边他也有敬畏神的心，他说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啊，你就受得住啊。所以他也是给摩西一个建议，就是说神若是这样吩咐。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也是要这样。当我们给人一些建议哈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这个点啊，就是说不要单单用人的意见啊，也要让人先去寻求是不是神也如此指示你啊。只要我给你的意见，你可以去祷告看看你觉得是不是神也如此指示你。只要是的话，那么你就可以采纳他。我们还是要凡事尊重主哈。要不然只是出于人的意见啊，那不是真正出于神的，神就不负那个责任，神也不会给他这个力量恩典来承担啊这样子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还是要我们所能够承担的呢是出于神啊。好，我们再来看一方面哈，当这个在出埃及记31章哈。他们要造会幕的时候啊，神就呼召了比萨列哈，然后神说呢，我以我的灵来充满了他啊，使他有智慧、有聪明啊、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啊，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然后他又呼召了这个亚和利亚伯哈，成为比萨列的同工哈。神又说呢，凡心里有智慧的，我使他更有智慧，能做一切所吩咐的。所以呢，我们看见就是说，这边特别讲说，以我的灵充满了他啊，所以圣灵充满我们哈，就像我以前常常提的，在以赛亚书。11章第2、第3节那边讲到，就是说，讲到主耶稣的时候，讲到呢，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还有知识跟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圣灵充满我们，就使我们有智慧有聪明，有谋略有能力让我们可以去做神呼召我们做的工所以圣灵的充满是非常重要，而且圣灵，约翰福音说呢，神赐圣灵是没有限量的啊。
不单是质量，也在乎质哈。所以神是圣灵，那个质跟量都可以无限啊，无限量的增长。所以神赐给我们的智慧、聪明、谋略能力、知识哈，还有敬畏耶和华的心，也都是一样可以无限的增长哈。所以我们需要更加的哈，追求更深的哈圣灵的充满。让圣灵充满我们的全人，浸透我们的全人啊！好，我们来再看一个点哈。在出埃及记里面哈，就提到了很多的这些诫命哈，还有这个典章，还有律例。我个人的这个分类是这样，我觉得诫命就像十诫哈，是指的道德律啊，道德律。所以你去读十诫里面，就讲到很多神对我们的道德的要求啊。好，那么典章哈，典章我个人觉得就是指的所谓的民事律啊，民事律哈，像我们里面我们国家也所谓的民法嘛哈，里面有很多这些的民事律，我说民法。来规定哈，这个犯了什么样子的罪哈，会受什么样的刑罚哈。那么再来就律例啊，律例呢，我觉得就是指的宗教律啊，宗教律很多宗教的这些的律例啊，宗教的律例。所以在出埃及里面就包含这三方面哈，诫命、典章和律例啊，就是道德律、民事律或说民法，还有宗教律。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个点哈。我们看见他们建会幕的时候啊，在会幕的最外层是什么？是海狗皮啊，海狗皮，海狗皮看起来一点都不柔美哈，一点都不柔美哈。那但是里面会幕的里面却是非常的啊，非常的美丽哈。那用这个各样子的这个啊。这个彩色的线哈啊，各样的线，然后来编织出来的哈，有很美丽的图案哈。那但是我们看见呢，会幕的外面是一点都不容的，它是海狗皮。这个就是一个预表哈，预表像主耶稣在以赛亚书说呢，他无加行美容啊，我们看见他的也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但是主耶稣的内在的生命。却是无限的荣美啊，却是彰显神无限的荣耀、无限的美德啊。那这也是一个预表啊。好，最后一个点我们来看哈，就是当以色列把这个会幕造好以后，他们把会幕的这些器具搬进去哈，在圣所的这一部分哈，他们首先就是把什么？把陈设饼的桌子搬进去。然后他们把什么搬进去？把金灯台搬进去，啊，再来他们把什么搬进去？把那个金香坛搬进去啊。所以这个就是也是一个我们可以从其中领受的一个属灵教训啊，就是陈设饼的桌子啊。当我们灵修的时候啊，好像我们先读圣经啊，陈设饼的这个桌子哈。这个饼就代表灵粮啊。我们现在灵修的时候，我们先读圣经啊，我们领受神的灵粮，然后再来呢，有这个金灯台啊，金灯台就预表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启示。我们在读圣经中间，我们就跟圣灵有相交，领受圣灵的光照和启示啊。再来呢是金香坛，金香坛代表在圣灵中的祈祷，所以我们。读了圣经，领受圣灵光照启示，我们就可以呢，在圣灵中啊，把这些光照启示啊，把它化成我们的祷告啊，向神献上我们的祷告啊，这是灵修上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啊，可以领受的一个教训啊。好，那么在这个整个这个出埃及记哈。其实也包括民数记哈，就有一段的经文哈，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0章10啊1到13节哈，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这边保罗说呢，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
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所不喜悦的人，不喜欢的人，所以在旷野倒闭。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的，也不要拜偶像，像他们有人拜的。如经上所记，百姓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我们也不要行奸淫，像他们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也不要试探主，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你们也不要发怨言，像他们有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我们在这个出埃及记或在民数记，我们都可以看见了以色列人，他们就是犯了很多这些贪恋恶事拜偶像的罪还有行奸淫的罪，还有一再的试探主的罪还有这个发怨言的罪所以圣经说这些事都是要作为鉴戒叫我们这末世的人能够得着警戒所以呢，我们都是自以为站立得稳，我们需要谨慎免得跌倒。那我们遇见很多试探，其实我们要知道都是神所允许的是我们能够受的神不叫神是信实，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我们开条出路，叫我们能够忍受得住。所以我们在受试探的时候呢，不要就轻易的发怨言不要轻易的就对神起了怀疑的心要知道神是信实的，神一定会为我们开出路叫我们忍受得住这些都是给我们一些信心的考验所以整个出埃及记就是。还有民数记将来我们会读到，都是给我们从灵命走灵程的一个借鉴跟鉴戒好，那我想我今天这个出埃及记就分享到这里，下次我们就可以来分享利未记好，我们后面我们留下大概有40分钟我们来祷告特别为 Q 记来祷告我们来唱，先唱一首诗歌我们来唱这首《起来，起来，为耶稣》。我们来唱这首《小起来，起来，为耶稣》。起来，起来，为耶稣，你们十架军兵，当将主大旗高举，不可让他不听。主必率领他大军，得胜的有得胜，直到撒旦全归本，认准基督为神。起来，起来，为耶稣，主召你听命令，奋勇争
先权的福，这个伟大战争，能说的人当侍奉，面对无数仇敌，胆量饮水为先征，交锋以敌对敌，起来，起来，为耶稣忠心靠主大地，莫靠自己而已乎，莫用血气兵器，不因军装穿齐备，那个随时播放，无论这人多艰贵，都能率领前往。我们再唱一次第三节。起来，起来，为耶稣忠心靠主大地，莫靠自己而已无，莫用血气兵器，不因军装穿齐备，祷告随时多方。无论这人多艰贵，都能随领前往。好，我们来为 KOG 祷告哈。好，首先我们第一方面，我们就来为像我们刚唱这首诗歌哈，我们为这个 KOG 的同工们能够穿戴好全副的军装哈，来面对各样的属灵征战哈，特别来祷告哈，从我去年大概4月5月哈，参与 KOG 的侍奉以来哈，我就看见这9个多月哈，这 KOG 的同工们面对很多的属灵的征战，就在现在也是一样哈，发现很多仇敌的攻击，而且越来越是高层次的攻击哈，所以我们真的是要。不管是现在或是私底下哈，或是在每一周哈，你有分别出来的禁食祷告中哈，都要经常的为同工们哈警醒祷告哈，为同工们能够穿戴好全副的军装哈，来警醒的祷告哈，特别为的这些主要的 leader 哈，不管林牧师啊还是DJ 哈，就是周平姊妹哈，她现在在负责这个整个 KOG 这个盈利事业的哈，这个控股集团哈，holding groups 啊的主导的责任哈，要经常为林牧师啊，为这个 DJ 啊周平姊妹来祷告，Debbie 周哈，Debbie 周哈叫 DJ，好为他们来警醒祷告。我们第一个方面就为这个同工们哈，能够穿戴全副的军装啊来祷告。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把这些同工的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看见仇敌是处心积虑要来试探攻击，用各样的方法诡计来试探攻击我们。那我们要求你来光照提醒同工们，让他们能够随时穿戴好全副的军装，常常在主的面前来醒思，我们是不是穿好全副的军装，
我们有没有戴上救恩的头盔？有没有穿上公义的护心镜？有没有用真理的带子束腰？有没有用平安的福音当做预备走路的鞋？有没有拿起信心的藤牌？有没有拿起圣灵的宝剑？有没有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哇！求你自己的圣灵经常来提醒同工们，让他们能够渗透仇敌的诡计，能够立刻的来抵挡这些仇敌的诡计。主耶稣，我们仰望你，求你也感动所有的这些为同工们警醒祷告的这些弟兄姊妹们，让他们在代祷中或在进食祷告中，都能够常常被圣灵引导，来为这些主要的核心同工们警醒的代祷。主啊，圣灵会亲自的指教我们，让我们知道同工们有什么情况，有什么需要，来警醒为他们祷告。主耶稣，我们仰望你，求你透过这些祷告，主啊，你就赐下你自己的圣灵的保护，赐下你圣灵的光照，使同工们能够脱离这些的试探网络，也能够得着你自己的智慧力量，来胜过这些仇敌的诡计。感谢赞美你，Amen。好，第二个点哈，我今天也跟林牧师有交通了哈，就是说，是不是考虑成立这个属灵的核心同工团因为我们做 KOG 的事情包括盈利事业在内会有这个营收的1/3要归给这些 KOG 国度性的事工嘛所以呢，这个就不是单单做世界的事，而且仇敌知道这些盈利事业会有那么多的这些营收要归给国度性的事工来发展神国度性事工，撒旦绝对不会坐视不管，他势必是要攻击，也势必是要阻挡，有各样的诡计，我们最近就开始看见当这个盈利事业正在大力的往前发展的时候，仇敌兴起一些诡计攻击所以我们要警醒的祷告让说为什么我建议林牧师说要考虑成立一个属灵核心同工团。因为我们在面对属灵的征战我们必须要有这些核心的属灵同工来一旦我们发现有一些特殊的危机发生的时候撒旦在利用一些人事物在试探攻击包括这个控股集团的事业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做一个警醒、守望跟监督的责任假如这些主要的属灵核心同工们都感觉有危险、有危机的时候，我们有共识的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向这个DJ 或是这个控股集团的这些核心成员要跟他们做一些建议然后当然他们也可以再到核心同工团中间来做一些实际的情况的解释跟说明但只要他们解释说明之后，我们再寻求、再祷告，还是有同样的疑虑这些共识的时候呢，他们就需要更加的尊重我们这样的属灵的感觉有一些可能产生危险的这些事情，就要小心谨慎去进行，或是暂时暂缓进行这是我最近的看见也分享给林牧师这样，所以林牧师也在考虑中是不是成立这样的属灵核心同工团我们为这方面来祷告。所以说，我们求你施恩，求你怜悯。我们知道，我们仍然在从事一个地上的这世界的这些盈利的事业，我们也是在面对一场的是属灵的国度性的这样子的一个征战。主啊，仇敌一定会来攻击、抵挡这些的盈利事业，因为它跟神国度性的施工有紧密的关系，会有1/3以上的营收用来发展的国度性的施工。是吧？所以求你让这个我们这些林牧师还有一些主要的核心同工都有这样的感觉共识。我们是来成立这样，是不是成立这样子的属灵核心同工团，能够在这个
盈利事业之上，有一个属灵的监督，的作用，对吧？一旦有特殊的危机的产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来，一起的寻求祷告。若是核心的属灵同工都有一些的共识，就需要向这些盈利事业的这些同工们做反应，避免落入一些危险，这是给仇敌有机会来破坏整个 KOG 的施工，是吧？我们甚至是不是要去干预这些盈利事业同工们的工作啊？除非有特殊的危机的时候，我们才会介入，提出一些的建议，所以求主来带领这件事情，都是出于你的，让林牧师能够很快的来采取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在建制的一个组织架构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机制，而让这些主要的这些盈利事业同工们，他们可以专心的做工，这些个人的这些的意见，属灵的意见，不要去直接传递给他们，应该直接反映到属灵核心同工团中间去寻求祷告，去讨论，让他们不必去受这些个人属灵意见给他们的干扰，使他们能够专心做工，对他们也是一个保护。因为他们也感觉有太多的个人的属灵意见，搅扰了他们，使他们没有办法专心的做工，所以求主来带领这些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仰望你，感谢你，Amen。好，第三方面我们特别为林牧师、为 DJ 还有这些控股 holding groups 控股集团这些主要的成员来祷告他们都非常的忙碌特别求主保守他们的身心灵的健康平安也保守他们的家庭保守他们的婚姻这个都是非常重要。有时候我们忙碌于工作不知不觉忽略了自己的夫妻关系忽略了这些家庭亲子的关系所以我们为还有身体的健康我们为林牧师、为 DJ 为这些控股集团的一些主要核心成员都来祷告好，我们同声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哇！你兴起这些林牧师DJ 还有这些控股集团许多的核心成员，哇！他们都非常的忙碌，哇！常常会睡眠不足。这是求你自己施恩来保守他们身体的健康，让他们能够有圣灵在他们身上的管制，该休息的时候就能够休息不过度的熬夜和疲累，对吧？也求你保守他们的家庭，保守他们的婚姻，让他们也能够兼顾自己的婚姻家庭不会过度的忙碌到疏忽自己的夫妻关系。或是亲子之间的关系，是吧？你希望我们都能够在这些方面都能够兼顾，能够平衡。主耶稣，求你来保守、保护他们，让他们也能够随时被提醒。主啊，在这些方面，一旦有主的提醒，他们都能够做一些调整，能够就更加的平衡，不给仇敌有地步来制造这些的攻击。主耶稣，我们仰望你。感谢你，Amen。好，第四个点我们上次就是上个礼拜嘛，也开了那个 G12的会议就是有邀请了大概4、5位这个全球各地的一些教会的领袖本来是希望邀请11位了但是现在好像就4、5位来参与但是我们今年的5月会有第二次的这个 G12 的会议希望能够邀请更多的这些全球各地的各大洲的这些属灵的领袖来参与这样的 G12 的会议这个会对未来的国度性的事工有很大的影响很大的一个发展所以为这个5月份再有一次的 G12 的会议为这个会议来预先祷告我们同声来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上个礼拜举行的第一次的 G12 的会议虽然来的人数只有4、5位，但是已经是个很好的开始，
是吧？我们希望在5月份能够再有一次的 G12 的会议，能够邀请更多的这些全球各地的属灵领袖来一起的参与。啊，主啊，相信这样子参与，祷告连结，我们会在更大的对全球性的这些国度性的施工，有更大的突破和发展。求你自己在这2个多月的时间，来连结更多的全球各地的这些属灵领袖，真正出于你的，你的安排和你的带领，他们能够加入这样 G12 的。同工团体团之中，是的，终来于成有立这机样子的会，我G12 们的牧会师议，的祷主耶告，稣，求你主圣灵来啊，带你领来这件就事会，情，带领李牧师，带领这些核心的属灵同工们，还没有阿从你门，来路的亚，智慧谋略能力，知道如何是来的，连主啊，接你这来些就的会，各地的属灵的领袖，主耶稣，我们仰望你，感谢你，Amen。好，再来一个点哈。我们为林牧师哈，有回音哈，稍微关闭一下声音。好，我们为林牧师呢，3月3号哈将要返回台湾哈，但是我今天也传了一个 line 给他，就是说台湾现在又有一个新的规定，就是从3月7号开始哈，可以本来要。居家检疫就隔离15天，可以从3月7号开始改成10天哦。所以我已经传给林牧师，不知道他会不会改3月7号以后回去哈。这样的话，他可以减少10天，减少5天哈，住那个防疫旅馆哈。所以我们也为这个祷告哈。那回去之后呢，他回去之前的48小时哈，也是要再做一次的检疫嘛哈，必须是阴性才可以登上飞机哈。所以我们为他祷告哈，为他回去以后，要跟台湾的这些一些业界哈，见面哈，还有一些学界见面哈，商讨一些合作的事情哈。我们为这方面来祷告，为他在隔离的不管是15天或10天哈，中间有一个好的休息哈，跟主有一些好的更深的交通哈，思考哈。我们为这方面来祷告。比如说，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啊，让林牧师在美国这将近2个半月以上的时间主要他能够有很多的这些工作的开展许多的这些 KOG 事工的安排和部署。比如说，我们感谢你，他即将在不久要返回台湾一段时间主要要在旅馆里面隔离。是吧？或是3月7号以后回来，或是3月3号回来，求你自己来带领他，让他在隔离的这段时间，与主有更甜蜜的交通，身心灵都有一个好的休息，主啊，使他能够跟出来以后，跟这学界业界，有进行这些的接触和研讨，来进行未来合作的可能。主啊，都求你来带领这些事情，赐给你仆人所需要的一切的智慧、聪明和谋略能力。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赞美你，Amen。好，再一个点哈，我们为这个 KOG 现在有很多的盈利事业正在发展哈，特别是我们最近跟那个大陆的义乌购已经签合约哈。好像已经到了最后一个阶段，还是已经整个完成哈？那这个合约哈，我们是用别人价格的这1/5哈，所以来取得这样子哈，而且签约是10年，签约是10年，啊，这个事件影响是非常的大哈，将来影响会非常的大哈，所以我们为这个跟大陆这个义乌购哈签约10年哈。来感谢神哈，我们为这个义乌购未来的这个发展哈，KOG 的在义乌购这个未来10年的发展，我们来祷告哈。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让 KOG 可以与义乌购签约10年，而且要用1/5的价格来取得这样子的签约。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这个事情将来未来的10年会有很影响很大很大的一个开展，求你使用这个
这个义务构，对吧？未来跟 KOG 10年的合作，对吧？来大大的开展这些盈利的事业，使这有大量的营收，能够来有1/3以上挹注在国土厅的施工，来发展你自己国土性的施工，就你赐给同工们智慧。聪明能力，知道如何来进行这个跟这个义务购之间的合作。主啊，求你也祝福这个义务购，让他们这个事业有更好的一个更长足的一个发展，更健全的一个发展。主啊，使我们与他们的合作也能够这样子的有更好的一个健全的发展和往前。所以说，我们感谢你，赞美你，Amen。好，再来就是有关于干细胞的哈，干细胞的发展哈，那个这个是很有可能性哈，因牧师也曾经提到，这干细胞的发展是有很大的可能性哈，我们正在积极的进行哈，那也在这些一些同工们在更积极的去了解哈，这些干细胞这个新的这个科技哈，实际的内容哈。那所以，我们也为这个干细胞的这个发展这个事业的发展就是让很多人可以去打干细胞这件事情我们来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这干细胞这个领域是吧？KOG 也能够来介入来经营这方面，让这个能够很多人他们想要透过打干细胞。来促进身体的健康的机能，是吧？这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发展，很大的一个盈利的前景，主要我们求你自己来带领这件事情，让同工们跟这些这专业人员，开始的建立这些的合作还有能够去更深入的了解这些干细胞是如何的去运作的。主啊，我们是如何来知道如何来推广、来介绍开来，让更多需要去打这些干细胞的人，他们能够来能够来知道这件事情对他们的益处他们可以来打这些干细胞，所以说来促进身体的健康、身体的机能，所以说我们把这件事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感谢赞美你。Amen。好，那最后留一点时间给这个金牧师金牧师，哎，你辛苦了，后面还有大概13分钟，给您分享跟带领一点祷告好吗？我都觉关得掉。不用分享，看到你分享了特别好，那个听到吗？听得到，听听得到到，声呀，音吗？可以，可以，可以。听到，那感谢主真的是非常感谢看到。你们这样的一个分享，我觉得老牧师庄牧师特别的谢谢你。然后呢，从你里面呢，我能感受到，我看看我能不能视频打开这样的话有礼貌点。我关于那个 KOG 的事情，我本身不是那么特别的。知道，但是今天听你这样的分享，我心中就很感恩。但是呢，也有一个担心，就说KOG 这些人真的是要很重，很小心，很小心特别是关于那个财务的事情，真的是求神帮助，你们有一个属灵智慧掌控，然后忠诚的人在那里。做事我真的是只有为这个 QG 来祷告我们来为这个 QG 来。那个庄牧师，我看到，哎，我真的好像没有听到你说的那个蓉蓉有没有在那里面呢？蓉蓉，蓉蓉他有时候会参加会议呀。因为那个我也希望下次能够有参加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呢。看上帝怎么带领，
有时候呢会有点忙，那都是有时候凑巧就可能会凑在一起，但愿呢下一次呢有时间进来啊。然后我看到 QG 有发展，就对我来说特别的感恩。我们来在此为这件事情来祷告，也求神纪念庄牧师为这个 QG 的摆上，有你们这些牧师。我就觉得很放心，很放心的。哎，我的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无论今天主啊，我们周末时分享主啊出埃及记，主啊，让我们就得到了很多的启发、感动，也给了我们服侍中间的力量，主啊与亮光。主啊，我们这些人服侍的时候也会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听到他分享主你的自己的话语的时候，主啊给了我们供应，给了我们的启发，也给了我们亮光。主啊，我们向你感谢和赞美，主谢谢你，真的是很珍惜这个平台。主啊，虽然我们人很少，但是主啊，你的家庭有属灵的人都能够来愿意，主啊来参与这样的一个祷告的这样的一个网络。参与主啊，让我们主看到主有祷告恩赐，也赐给我们有祷告的恩赐。主啊，有祷告的权柄，祷告的能力。主啊，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恩典，因为我们唯独主啊，只有祷告才能够看到属灵的一切的事情。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就像徐志所说的，祷告能够释放属天的能力。祷告能够胜过仇敌的诡计，主要在这个 KUG 这样的多么需要属灵的人，多么需要一些忠诚的人配搭我们的老师。主要我们相信祷告能够驱散黑暗的势力，祷告能够释放我们的勇气。当我们软弱不晓得的时候，主我们在祷告中看到你给我们的启示，给我们的亮光。主我们也。主啊，可以靠着祷告明白全备的真理，祷告也可以能够搅动圣灵的能力，祷告可以主啊，坚固我们生命的根基，更加完全看清自己。主啊，我们感谢你，祷告可以解读天国的奥秘，祷告中间能够可以与主圣灵相遇。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愿我们在祷告中。亲近于你，主啊，侧耳垂听到你的声音，主啊，让我们在祷告中与你恢复与主的关系，在祷告中释放我们主的话语，明白主的心意，在祷告中更加主啊与主更加熟悉，与主相交甜蜜，因为主啊，你就是爱，主啊，祷告是永不止息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于你。主啊，谢谢你，实在是主啊，透过祷告托住 KUG，透过祷告让我们主啊，你自己这个牧者亮王老师也能够有你属灵的眼睛看到一切，战胜一切魔鬼撒旦，使一切主啊搅扰的灵、破坏的灵都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离开。主啊，Amen。主啊，你来做工。主啊，我们也感谢你。主啊，把老师梁王老师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他能够主啊，在美国圣愿他能够有个家人亲近的机会，与家人说话的机会，与家人沟通的机会。主啊，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说我们的头发你都数过，主，你知道你仆人的心情，他是何等的需要家庭的温暖。家庭的沟通，为了你的事工，他总用生命来服侍，求你负他家庭完全的责任，把我们的师母交在你的手中，主啊，Amen。家里的孩子们交在你的手中，主啊，你 Amen。自己亲自来做工，安慰你的仆人，说让他仆人能够主啊跟家人沟通亲近，主啊能够更好的来服侍于你，更好的主啊来。主啊，为你摆上，主啊，气势魔鬼撒旦，是魔鬼要退出来，使我们能够靠主得胜。圣灵啊，你来帮助 Amen。帮助你的仆人，灵儿老师，
坚固着他信心，使他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能够蒙得你的祝福。家庭主啊，以至于他的主啊，上有老下有小，上面的主啊，父母亲，哦，家里的姐姐们，主啊，都交在你的手中。主也求你来垂听主啊老妈妈的代祷守望，主应他们的祷告，主怜使我们这个国内的主啊，无论是台湾那边的都能够主啊有同感意灵，一起来摸你的圣功，因为透着祷告，主啊透过这样的一个祷告，坚固我们的信心，使我们靠主得胜。哎，我的主，你也来纪念庄牧师的摆上。无论平台上多少人，主他都坚持到底。主要他每一次的分享都给了我们的亮光。主要让我们能够，主要每一次的礼拜四都能够有分别为圣，都能孩子能够想起来，把这个时间腾出来分别为圣，愿意在这个平台上享受你属天而来的祝福。主要属天而来的玛拿供应给我们，使我们在服事中间。主啊，利上加利，恩上加恩，荣上加荣。亲爱的主，我们就向你感谢和赞美。愿你来纪念庄牧师和师母的摆上，每一次的预备，主啊，你都来纪念。每一次的分享，都是我们讲的和听的都能够同盟造就。还有我们的主啊，我们就感谢你。主啊，也把我们平台上的赵姊妹，主啊，梁二老师，我不知道她在不在平台上。但是都求你来祝福纪念，把我们的许昌梅也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谢谢你让他生命的改变，我就和主啊向你献上无限的感谢。主啊，有说不出的感恩。主啊，他们都要成为你手中有用的器皿。主啊，你就使用这些你的儿女们，你的儿女们，主啊，一直是主啊仰望着你，等候着你，蒙你的祝福，因你是我们的产业。如今，我们也要成为你的产业，成为你有用的器皿，合乎你的心意。主啊，你的仆人也就会主啊开心，主我们也会平安、祝福、开心的。更大的是，我们是讨你的喜悦，主让你的心也得满足，使你儿女们、仆人们都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见证人。传福音者、守望者，主啊，我们向你感谢和赞美。主啊，把老师明天还有一天的早晨的课程也交在你的手中，亲爱的主，你自己来祝福、来预备人。主啊，我们虽然在教会里有守望，但是我们也一直为我们的老师祷告。虽然我们很少没办法上来早上的这样的一个听课，但是主啊，我们的心。都在一起，连接在一起，常常都是主啊，以你的事工，主啊，拜上为首先。亲爱的主，你来纪念平台上的弟兄姊妹，也让我们这边的弟兄姊妹更多的上来听老师的讲课。主啊，每一个恩典都要抓住，每一天都要抓住，当做宝贝。主啊，我们因为不晓得哪一天，主啊，这个网络，主啊，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让我们去享受。让我们可以去学习，我们真的不知道。圣愿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在平台上一起来学习。主啊，一起主啊，真的是为你福音发主啊发光，也主啊受你这样的一个装备。主，我们就向你感谢，是你神国的工人越来越多，越来越走正路，越来越被你圣灵充满。主啊，就像我们老师今天所说的，哦，我们圣愿主啊，出埃及记主啊，31章的3节赐给我们，这充满的灵充满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有聪明有智慧，主啊有能力，主啊主啊，被你的圣灵充满，真的是能够为你做各样的工，打那美好的仗，Amen。来荣耀于你，跑那当跑的路。主啊，我们就感谢我们赞美于你，谢谢你。让我们学习你的学习你的谦卑柔和来服侍，来主啊，讨你的喜悦。我们真的不知道自己会服侍什么，但是只知道说你爱我们，使用我们。我们是主啊，何等的感恩呢？我们要越来越明白你的心意，越来越讨你的喜欢，在这样的一个末世的时代里面，成为一个守望者。
主啊，为世界人类的主啊，疫情来守望圣愿，主啊，我们这个人类的疫情，主啊，主啊，求你怜悯赦罪，都所有的罪恶都是我们罪带来，让我们各国各族各人民都应该要主啊，披麻蒙灰，主啊，认罪悔改，回转在你的面前。我也求你赦免我们中国人拜偶像的罪、离婚率的罪、同性恋的罪、拐卖儿童的罪、主啊分子的罪、故意抵挡不认识你的罪、主啊骄傲的罪、贪污的罪，都求你来除去。哦，奉你的名斥责、除去、除去。主啊，即使金钱我们带不走，主啊，我们真的是说有吃有喝、平安、知足常乐就行，就得感恩。最大的感恩就是你赐给我们平安，最大的感恩我们有圣功可慕，真的是满心的向你献上感谢。虽然我们这样的不配，你依然用我们；我们这样的不好，你依然保护我们，如同保护眼睛同仁一样的来保护着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使我们能够跟台湾、跟美国都能够连接在一起，都能够知道世界的形势，也可以为这些世界的形势来祷告。主啊，我们也在网络上看到韩国还有一种病，主啊，比疫情更加可怕。主啊，也求你来搭救。主啊，这呢新闻报道，主啊，韩国的人心都是慌了。主啊，就求你来，主啊，赦罪，求你来怜悯，也求你来搭救。主啊，我们就只有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今天科学发达了。主啊，世界近了，但是我们看到更加世界的人恶了，所以有更多的主啊那些灾难。主啊，饶恕这个世上的罪恶，使他们能够悔改，披麻蒙灰悔改在你的面前。唯有出路，主啊，除你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使我们得救，除了你这位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以外，主啊，我们就向你感谢和赞美，也求你赐下我们海峡两岸的平安。主啊，远离战争。主啊，你赐给我们这些执政掌权的聪明智慧，说造就人的话，说和平的话。以你名的缘故，以福音的缘故，以海峡两岸都有你百姓的缘故，赐下你的平安，祝福我们中间。主，我们就向你感谢和赞美。主啊，谢谢你，你来堵住破口，唯有你能够来堵住破口，让我们也学会像亚伯兰一样，为自己的祖国祷告，为我们自己的祖国祈祷。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这些执政的掌权的有聪明有智慧。主啊，主啊，你来做工，我也向你感谢和赞美。主，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的。连美，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祈祷，我们这样向你感恩、祷告、交托、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的，好，感我们谢今天是主。稍微晚一点开始，所以应该还有2分钟左右。那个 Esther，那个驴子妹有没有最后，可以带我们有一些祷告呢？因为你参加很多这个 KOG 的会议。啊，詹姆斯，您好，金牧师，您好，不好意思，哎，你好，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呀，坦白讲，今天这个，要祷告的话，我确实心里面一个很大的挣扎，就像我一直在听庄牧师，你祷告那么多事项里面，有一点，我自己都觉得好像有点。不得不对号入座的感觉，说，您提到的一个问题、一个现象，然后我就在想说，神呐、啊，我会是那个中间那个制造问题的人吗？还是说我是中心，你放在我心中的感动？啊，因为就像刚刚庄牧师有提到的一点说，您也觉得有成立一个所谓属灵的核心团队。来为 KOG 盈利的那个部分来守望，来就是托住哈，然后要确认说不会让，哎，好像有点回音哈，
你们那边听的还可以吗？好，你再讲好了。OK， 好，就是说有一些讲起来是好像有感觉到不安，然后有某人看到一些异象，然后怎么样去解读神在告诉我们什么，以至于希望能够把这个 pass 到盈利部分那边去。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现在是关键时刻，现在是建立那个架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那万一旦已经决定下去，你很难再去改变。所以我本身就觉得就是更要小心谨慎的走每一步路，做每一个大小决定。可是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领受，或者是有不同的看法，在某一些就是事情上面，所以无形中可能会造成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是混乱，可是不晓得哪一个是真正是神的心意。那像今天我就提了一个我心里面一直在挣扎了好几天的，然后对这个我也有参加今天，我也有看今天的录影，yeah， 今天会议的录影。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没关系，你可不可以用一两分钟哈，把你心中的祷告那个祷告出来，好不好？我们就结束这样，好吧？好。再来听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晚上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恩典，让孩子能够在线上跟庄牧师、跟师母还有我们的金牧师，还有威廉弟兄，还有其他的弟兄姊妹们也在线上的就同一个时间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父啊，你说你们在地上凡是两个或三个同心合意的奉我的名祷告，你就必与我们同在，你就必垂听我们的祷告。说主啊，这个时候还是恭敬的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一个敏锐的灵，一个能听的耳，一个受教的心，我们能够真正的尊主为大。阿爸，我们都是一群小羊，连左手右手都分不清楚的，我们很需要时时刻刻的依靠圣灵来带领我们，来教导我们，来启示我们该看见的东西，以至于我们能够与阿爸父的心意对齐。阿爸，你也知道在这个时候 KOG 在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时刻，因为我们要建立起这个盈利的部分。主啊，盈利的部分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因为它牵扯到马门，那我们人怎样能够真的不会受到仇敌的诱惑或者是人的私心或者一些贪婪的影响，以至于好像没有真正的对准你的心意。主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随时需要调整的地方，我们只有一个真正敬畏你的心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你是参透万有的神，你是眼目鉴察全地的神。说主啊，我们是恳求你时时刻刻的以我们KOG 的所有的参与的弟兄姊妹们核心同工们、领袖们，甚至于代导者们，不管我们是在哪一个世界的角落，在什么时候，主啊，当我们提到 KOG 的时候，这个事工、这个意向、这个使命的时候，阿爸，我们就恳求你，恳求你真的是在这里面掌权，在这里面你借着圣灵来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不管是先来后到的，不管是专业的
还是代祷的，还是商场上学界的，或是什么样子的专长的，主啊，我们知道不是靠人的能力，也不是靠人的努力就能够做好这件事，因为唯有你才知道你怎么样来成就这样大的一个意向，这么大的一个使命。说主啊，孩子只恳求你来派遣天使天君来安宁护卫整个 KOG 的大小决定，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哪一个区域的领袖们，他们在做决定的时候都能够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真正的聆听你那微小的声音，愿意让你来掌权，愿你来居首位。也许我们所看到的，我们所决定的，若是不是您的智慧之下所要去做的话，主啊，你有绝对的权利来翻转这整个计划的。说主啊，我只求你给我们一颗真正的合一的心，在我们所有参与 KOG 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大家都把个人的意见、个人的私心，或是个人的经验摆在一边，完全让你来主导。说主啊，我们也恳求你恩待李牧师，因为李牧师他真的身上的重任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承担的，因为他要面对那么多人，然后要按照过去怎么一路走过来跌跌撞撞的，然后现在的况且还要考虑到未来的，还要考虑到所有的这个五大洲的弟兄姊妹们，甚至于还有外邦人的这些大大小小的事。主啊，我们真的需要你的怜悯，我们需要你的恩典。说主啊，我们只恳求你这个时候特别的与林牧师同在，让他虽然在很短暂的时间休息时间里面，因着有圣灵的同在，让他能够得到最大最好的休息，以至于有足够的体力、足够的精力跟脑力，来很清楚的聆听圣灵那微小的声音，要他向左或向右，或者是往前行。主啊，让他不会真的是被环境的这个外在的来引导，而是听那个微小的声音。说阿爸，我们恳求你真的是把合一的灵赏赐下来，让我们大家都只有一个心，就是愿意让你的心意得满足，让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在这整个 KOG 的事工上面。主啊，你知道主耶稣已经快要回来了，我们再也没有时间在那边走旷野的路了，我们也没有资源再可以浪费了。说主啊，我们就你怜悯我们弟兄姊妹们，大家都愿意把我们能够摆上的不管是祷告，或者是金钱，或者是时间，或者是体力，主啊，我们就恳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只能够与圣灵同心又同心，让阿爸父你的心都能够成就，以至于到后来 KOG 能够成为这个世上一个最大的祝福。除了我们主耶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以外，这个是一个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着末世的时候来建立的一个新的锡安的系统来对抗这个巴比伦的系统。说主啊，唯有你知道怎么样才能够成就。说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在这个第三个阶段带来了这么多优秀的弟兄姊妹们甚至于在那个商界里面的，有的甚至于都还没信主的，还没有认识神的。主啊，我们也愿意考虑他们的参与，因为若是你带来的你知道怎么样让他们在适当的时候也可以成为你的儿女的。主啊，我们知道我们过去每一个人
也都是从没有信主到后来我们认识了你的爱，认识了你的救恩，接受了你的祝福，说主啊，我们就恳求你恩待每一个参与到 KOG 的，不管以后我们要做决定的那些领袖们，那些核心同工们，或者是我们这些代导者，或者是弟兄姊妹们要推广的不管是哪一个事工，哪一个子公司产品或者服务或者科技，主啊，都带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让你来主导，让你来掌权，说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晚上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主啊，你也纪念庄牧师和庄师母他们这几个月来忠心的，正如金牧师所说的，多少人多或少他们都很忠心的在教导，就是很忠心的带导，很忠心的在服侍着，因为他们是你所拣选的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跟使女，你纪念他们所摆上的，他们所给出去的，你都要百倍的回报他们。主啊，我们也同时特地的纪念我们的金牧师，还是记得4年前我们就认识了就看到他一直很忠心的带着弟兄姊妹们这样在这个天路上来奔跑，来也带着他们装备他们让他们也能够更进一步的来认识我们这个伟大的神，奇妙的神，三位真神。说主啊，今天他还是如此的充满的爱心，充满的智慧，这样子的为 KOG 来守望，来祷告，为了国度，为了整个神的国度，他仍然是忠心的服侍者。你也纪念他和他所爱的家人，祝福他们，还有我们的宝贵的威廉弟兄他永远都是默默的在做一些背后的幕后的工作，但是他从来都不会计较有没有得到他该得的报赏。就实际上主啊，这是你特地拣选的呼召的弟兄让他也能够在他的岗位上为你兴起发光。说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整个 KOG 的团队都是在服侍你的过程中呢，越来越经历到你的信实，你的大能和你的大力和大爱，以至于我们能够今天比昨天更认识你，今天比昨天还比去年更爱你，因为我们经历到你更多的爱。当我们充满了你的爱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会吸引人来，也要来认识你，要来经历你。说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所有的祷告还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好好，那我们最后一起用主导文来结束好吗？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好，我们下一次见了。好，晚安。好嘞，晚安，辛苦了。